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邪离入侵啊，今天呢没有意外的话，可能就是最后一集啦啊，这个主篇章，这个主线啊，最后一集啊，第15章节啊。有兄弟们跟我讲说，这个游戏总 total 15章节，两个 DLC 资料片。一看就看到基曼的脸。基曼大大，你想对我做什么？我为什么现在躺在床上呢？好像是那个控制器，那个叫 B 什么开头的那个，对不对？我为什么现在躺在这里？你要给我好好解释清楚，你对我做了什么？不要走啊！不要走啊！奇怪，我觉得剧情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不是应该要跟着我上来？你是谁？不是我吗？我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为什么拿枪指我？去了，射了。为什么射完之后我就醒来了？这是一场噩梦，自己射自己的概念。好，自己射自己，了解了。自己射自己，好啵。自己射自己。Hello， 有人在吗？我们又回来了。Nobody here at all？ 完全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那我可以记录吗？我发生什么事了 ？Ruvik， 卢维克。他在那边。我要过去吗？我可以记录吗？我一样可以记录。我一样可以记录。我一样可以坐在这上面，难道最终决战了吗？好的，最终决战了。我有22000的能量的那个绿色的弹，好恶心的绿色的弹。那我们来升一下，要升什么比较好呢？左轮我们左轮都没有在用，都没在用左轮的呢。装填时间啊，6000、4000。充能时间，什么是叫充能时间？减少瞄准的那个时间啊。反正待会 BOSS 战应该都是用这个在攻击啊，所以说我们把它升满好了。升满升好 ，yes， 性能最高。然后这个也升满了，四支箭矢嘛。还有什么要升？我们现在剩下12500升生命值，有必要升生命值吗？好吧，我们升生命值好了啦。反正钱这么多也不知道干嘛，加20滴血，刚好血是满的，太好了。赶快存个档，感觉要最终决战了。第15章节，恶灵附身 ，Go Go Go！ 没什么麦。什么麦？疯了！哇哦，哇哦，时好时坏呢！哇哦，什么麦？呼吸啊麦！呼吸啊麦！呼吸啊麦！呼吸啊麦 ！Leslie！ 哇！呼吸啊麦！看什么？你恢复正常了，莱斯利，我来救你了，莱斯利。This way， 这边。他叫我走那边。怎么了，大大？你为什么叫我走这边？他走进去了，我要跟着进去。他带我去哪里？Hey， wait！ 哇，走好快哦，瞬间移动。G278， 哇，好多实验机器的那种感觉。G278， 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哪里搞？这里是哪？哇，这是干嘛？这里是干嘛？好特别哦，感觉像是什么加工厂的那种感觉。很像加工厂，我觉得。All right, kid, where are you taking me?
你要带我去哪里，孩子？孩子，你想带我去哪里？你要指引我去哪里呢 ？Oh my god！ 是不是惊死你？完了，要崩塌了。孩子，你 OK 吗？哇，洒水了，孩子。孩子，你抓流啊！喷这么多，不太好吧？嗯，早知道给你包个尿布了。快快快！门后面有没有东西？没有。冲啊！莱斯里根本就是会瞬间移动，没那个那个什么闪现开大这样子。This way. 老人家要体谅一下，跑一下就没力气了。This way. 好啦，我知道啦。来来，我来。哦呦喂啊 ！Sebastian， 我。哇哇哇哇！哎，睡着了。啊，这里是哪里？我怎么倒在地上？昨晚喝了多少？怎么醒来屁股痛痛的？然后地上多了3000块，是怎么回事？啊，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好不好？哦，我们终于到医院了。Beacon, just like Joseph said. 灯塔哦，灯塔，抱歉，我们终于到了灯塔了。啊，重复一遍，是灯塔，不是医院。啊，都已经要结局了，还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里？你看这实况组都多么智障！啊，这个实况组根本就是乱来的，乱玩一通，玩爽的，知道吗？哎，莱斯里，你好，又消失了。我们现在是在莱斯里的梦界里面，是吧？哇，一直被传送哎。来来来来来，可以的，这附近应该没有东西可以捡啊！啊，我就单刀直入进入了、啊。哇哦，哇，这灯塔里面， I knew it. 我就知道灯塔里面的人全部被杀光了，会不会站起来？哎，这是那个警察哎，这边就是之前的案发现场的感觉啊，对啊，案发现场啊。哦，都死掉了。Hello， 大家安好，安安各位。看书看到一半挂点，你看什么啊？看不懂，抱歉。啊，到底看了什么？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哦，封起来了。那边有一扇门，这里有一扇门，我们去看一下那扇黄色的门好了。来看一下这黄色的门，出不去，哦，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走那个已经开的门好了。哦，有药罐子哎，不错不错。他直接踩在尸体上面，抱歉了。这是主控室器，那个主控室啊。控制所有那个电路来源之类的主控室，啊，监视一些周遭的主控室。Nice。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Fire！ 我是一个勇猛善战的男人，勇猛善战的跳跃，跳啊！你怎么不用跳的？这么优秀啊！直接跳不是很帅吗？干嘛啦？哇，冒蒸汽呢？百草蒸汽浴吗？他们用在我身上的镇定剂一定是我自己的。我很清楚感觉到我的骨头上剥下每一片组织、每一段神经，感觉好恶心哦。That's not pain. A thousand other sensations as they probe my cerebral.奇怪，这是我的世界吗？为什么感觉这个人的声音是我自己啊？是我自己的声音的感觉。Rage 啊，跳下来了。哎，这里曾经来过哦。啊，走向血水。哎，原来里面有东西可以捡哦。好恶心哦！我的天啊，还有没有钥匙可以捡？
啊，想太多了，我们还是乖乖上去好了。为了捡一关一千点。啊耶！爬上来都湿湿的，不舒服啊！我觉得这真的很恶心，衣服都湿了，泰哥。嗨，莱斯里，我们先捡一下这个哈，待会再来找你。然后我们的把它做好做满 ，nice。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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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哦哇哇哇哇！我被传送了。这是哪里啊？噔噔噔噔噔噔，这边打开应该就是通往下一个通道吧，是吧？那我们先来捡东西好了，捡开心的。来，我们等一下再进去那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好，这边有轮椅，轮椅上面有什么？哦，有子弹。哎，这是日记啊，啊，不是子弹，是日记。这边有一扇门，好像没有敌人的样子吧？这边可以进去吗？欸，可以欸。哦，这边都捡东西用的，好爽。都是我的。还有这里。欸，为什么爬不上去？为什么爬不上去？重点，我会不会突然被吃掉啊？我现在应该是逆向吧？没关系，我们往前走，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要有冒险的精神啊！我们非常要有冒险的精神。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东西可以捡，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你看，你看，啊，就为了这500，我觉得自己人生好失败啊！为了500块走这么远，啊，长途跋涉，搞什么？早知道不要来了，还走路还这么慢，为了500，唉，难过，吃力不讨好啊！而且那里爬不上去，欸，明明就是。爬得上去的地方，他就不让你爬上去，他可能没有办法，他可能没有做这个区块吧，爬上去的区块算了，我们走这边吧。为了500，浪费了我2分钟的时间，下次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消费了。哎，原来这里也有哦，有两道哎，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差别啊？我蛮好奇的。这个应该是主大门，是主线的，然后这个应该是，算了，不管了。我觉得是这里，就是这里。哦，好多东西，可以蹲下去吗？不行，捡到宝喽！好啦，只是子弹而已，没有什么捡到宝。那还是一样，只有2发，烂死了。耶，我26发子弹加7发，多少？31？啊，没，不是33，我的算术有问题，抱歉。好，浪费了一堆时间在这边探索，我们可以走了。有备而来 ，nice！ 哇哇哇哇哇，这里看起来不妙哦，非常之不妙。嗯，那我都不用手开门的吗 ？No no no！ 莱斯里。莱斯里在叫了，莱斯里不要，我救你了，莱斯里，一定被鲁本抓走了，该死的 ，God damn it， 有2扇门，我们走这里，
这是电梯的这扇门。看来这里有东西可以捡的感觉。耶、yeah, ，我就知道。By the time I realized Jimenez had betrayed me, it was too late. 背叛。Was so close. He knew it. 这个是那个医生的打入机是吧 ？To notice when he brought those men, they'd never gotten past my traps otherwise. Devices. 陷阱。快点！怎么今天不是今天啊？是这一集都没有敌人出现呢、欸？这一集的敌人呢？这么的和谐啊，一路顺遂这样子，啊怎样空的？哇，来到了哦，终于到灯塔了，灯塔最原始的样貌。我看到莱斯里了。莱斯里怎么了？莱斯里，干嘛？被雨水湿湿的舒服吗？怎么了？哎、欸，他看起来怎么有点怪怪的，不像莱斯里的样子。那、啊、就直接冲过去抓住他就好了，干嘛还让他走到门里面？八七吗？哇，好高哇！啊，这附近有没有东西可以捡？有哎、欸，呵呵，随便讲的，真的有两个。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坐在这椅子上面吗？享受淋雨的时光，享受淋雨的时光。好了，没了吧？我怎么看都没东西啊？对，走吧。哦，哇哦，哇哦，变那么黑是怎样啦？要不然突然爆门了？我靠，老师哎、欸！God damn it！ 我才刚讲而已，就有那边 God damn it！ I know you're out there. I know you. 被关在里面，发疯了，疯了，疯了。安诺，失恋了吗？小心他的眼睛。What？如果想要活下来，就必须避开鲁维克之眼，这是提示的意思吗？你会明白的。要避开他的眼睛，不能看他，是不是？不然就被他入侵了，是吗？哎呦，哎呦，啊，场景怎么变到这边来？哎呦，啊，死掉了。Poor guy， 可怜的家伙。Rest in peace。他直接死在这里，好，安息吧。好吃，好吃，有没有掉东西给我啊？啊，什么都没有，表示难过。所以说我还有别人可以看吗？他告诉我们不要看了眼睛，哎、欸，卡住了，啊，要被控制了。哦，这怎么回事？哇，这是记忆里面。哦，这是那个遇到鲁本的那个记忆，鲁维克。我要把他们全部杀掉了。哇，超强，超强的。No， 好刺眼。不要。哇。他怕火，烧了他。哎、欸，会死啊！着火了，着火了！哇，原来现在长这样子啊！哎呀，怕火，怕火啊，怕火！因为他之前就是被烧伤的、啊。
啊，我被他对上眼了，完了，我对上眼了，现在是直接进入 BOSS 战了、哦，我的天啊，好多眼睛了，恶心死了，泰哥，直接现场打王哎、欸，那我怎么做？一堆眼睛在看我、欸、，Oh my god！对干了，对干了！在干嘛、啊？哇！全部都跳下来了，这样不优啊！哎、欸，那胖子直接这样跳下来，这样对吗？捡捡捡捡捡，先捡再说，不管了。他们在干嘛、啊？跳舞哦！不要！我要叫了！我要叫了！啊！不要！爆头就是爽！哇！他们那边都下来了！快跑！快跑！快跑！他眼睛要射吗？我不知道眼睛要不要射、欸。哎，说真的。阿布义，这样不优了，阿布义。点火时间，一起来点火，全民来点火。还有吗？解决了吧？感觉好像更不用刻意打眼睛欸，是怎样？我靠，他竟然伸出来了，死定了！会死会死！啊！放火！靠背啊，没射到啦！胖子太大只了，没办法射脚啊，这也是一个困扰一件事情。哦，用这个爆头多爽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还有吗？捡！现在是想办法逃离这里，是不是？我们爬上去看一下好了。啊，对啊，这里没开啊。难不成要爬那里？在哪里？看到看到，这时候呢就要使出我们的拔蜡之功力。那啊，太小啦！吃拔蜡时间，算了哦。所以这样你还不死？哇，烧好多，好爽啊！哎、欸，有了！哇，拿火箭筒是怎样？哇哇哇哇，不优不优！
干！也太硬了吧！电锯男！不行了不行了，直接用这个了啦，安尼袂使，安尼不优，算了哦。嘿嘿嘿嘿，好哦，哇，这跑超快这个，哦哟，小跳步一个六，哈，根本在救克你们 ，none， 啊，吓死人了。耶、yeah, ，结束了，电锯哥哥，嫩，给5000，太少了吧？怎么小气啊？哦，原来是补血的、哦，来打一只，打一只。哦，又要打毒品那种感觉。哎呀，怎么切到不用办了呢？等我一下啊、哦。好的，继续吧。该装的都装了吧。这边一个芭乐，然后耶，做好做满。好了，大致上差不多了吧。眼睛还是开开耶，那大门开了，我们直接往前走就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我虽然不是牛仔，但每天只喝牛奶。每天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哇，第二关卡是吧 ？Oh my god， 还有分第二个关卡是吧？太多啦！啊，恨啊！哪里？啊，那边有狙击是不是？是不是？还有吗？其实也还好哎、欸。看什么看？射你的眼睛哦。还好他们不是下来攻击我的那一种，解决掉就没事了。哇，捡一下他们的子弹，爽！哦，好多好多，太好了。OK， 终于到正门了。